我自己在剧组里面在工作的时候，其实如果状况跟时间允许的话，我是一有机会就会尽量的跟摄影师做交流，特别是眼神的交流。所以现在是有要告白的意思吗？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当演员在情绪流露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必须靠摄影师精准的捕捉，才能捕捉到那些最真挚的 moment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默契以及彼此理解的工作。很浪漫呢。谢谢。你呢？基本上我是觉得，就是摄影师是我们演员最不想要得罪的人，对吧？然后除此之外，我还会希望他们会对我们非常的有爱。也蛮浪漫的，没有啦，其实我只是私心的希望，就是当我在情绪非常极度流露的时候，然后哭到那个鼻涕都已经越过我的下巴，到达了我的胸口，他们还是可以用他们独到的美感，把我拍得非常的楚楚动人。你这段是故意 Q 的吧？就是你今天穿这样，所以你才 Q 那样的形容，对不对？转一圈给大家看看好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好啦，今年最佳摄影入围的有。最佳摄影，姚弘毅，《我心我行》，陈其文，《青春并不温柔》。刘志环、刘成伟，查无此心。包宣明，一起。请问一下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在医院管制，已经不说，没事的话请赶快离开。可是我是家属，你自己想清楚。王君明，最后真相。这客人，你想去哪里？去美国。好，抓掉。小心一点啊！你要上到怎么办？第25届台北电影奖最佳摄影得奖的是《最后真相》，王君明。透过精确且流动的镜头语言，跟随角色探索真相与未知，稳定又不失情感的视角与观点，引领观者深刻感受角色处境与环境的互动关系，在类型片中充分掌握美学与叙事的平衡。谢谢大家，但是我不是最后真相的摄影指导，我是最后真相的 B 组摄影师。然后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来，那他有说一些话，就是他要谢谢导演陈逸甫 If， 然后制片 Cody， 还有监制，还有我们摄影团队里面的灯光师嘉玉哥，还有阿山哥，然后还有剧组的每一个人，谢谢。恭喜得奖者，也谢谢颁奖人。